我自家弄的。阿拉你是哪里回来人？天天让伢背着包，拿着几个小号包，那个公司一百几斤肉，一百几斤肉。对。走了不要多回了，做主啊，做老板要啊，好你做啊。一个号头做了，没有工资，没工资。你讲我商业不？啊，吃过，啊，吃过。阿拉你自己跑了不走了，又跑了不走了。啊，吃过苦头啊。吃过苦头啊！14岁从我从外地调过来，调过来已经上大学，上高中我就不上了。嗯。老爸就这个条件，我不上了，我出去打工去。打工没身份证啊，要是16岁这样的身份证，哪里可以去弄个大型身份证？嗯，200块呢，弄个假的，嗯，啊，这不就去吃？人家可能需要最多上到14岁嘛，嗯，14岁我估计也干过了，我有的去啊，嗯，到人家18年来雇佣这个女儿教首饰，嗯，但是小姐拿我的啥地方去啊？我就拿刀，给刀上了，你弄得吃菜不？嗯，吃牛肉上了，那谁干过？那个18年打了你，是我后头的，嗯，我不打你。我说牛哥上去，你是小日本，你欺负我们中国人。嗯，以前你到中国来，不能来做生意的。对，那中国人已经不好样子，对不对？侬不好欺负了，我打你这，你应该跟我讲。对，打我你我要教你，侬不好打了，你就是14岁啊。对，我叫你自己要做。我那个那18年老板还不抽薪，追到台子下头去。嗯，你那不吃得到海产鲜，我不会得杀人。我晓得杀人，我一到我去，我要枪毙。来杀了，搿种就不好做。对，他还有哪些？我在我喊了你自个，侬不要做，跟着我弄。到处吧，又不做干，不欢喜，要补贴人。嗯，我刚刚退休，还蛮懂事体啊。退休回来又没钞票。嗯，侬你是蛮懂事体。我这刚刚退休才300多。哦哟，嗯。390块，哪能够啊？对，上海物价介高，对吧？对，397块工资。嗯。回来嘛，发了你这些钱，天天出行，跑了，最后寻到了那个土地公司。嗯。招聘，走好了你去呢，可能后来开汽车。嗯。土地公司好缺少一个驾驶员。你看侬这个生活，别有部车子，天天要出去兜要好个门店，不要侬出来去，但是要叫侬各个门店跑，而且经理搿搭去看，一个门店要去看，要去督促伊拉工作，没办法，硬是头，没人家私人驾照了，帮了儿子拿个车子，开回来，那么还是执经理为主情况下。嗯，所谓经理，搿才是所谓经理。要侬做啥？侬又是又勿是高中，侬又是大学生，又勿是本科。大学生也没啥。你看俺教个本科生，现在现在在工作了。对，是个道理。因为侬工作踏实。我从底层上来的，对，而且侬工作经验比较丰富。啊，开始说不有6-7万一个号头工资，加了大概3个号头，马上加。那你是蛮能吃苦的。加到一个。那你是蛮能吃苦。现在拿到28000。啊，本科现在出来，研究生出来，也只不过。这么得嘞？你要不一定拿到介许多嘞。拿不到。因为嘞，伊毕竟出来没社会经验，没工作方面没。对。阿拉你是从底层上来的，从。啊，不一样，可不一样。嗯。对吧？后来伊讲，我再结婚，我一结婚了也可以了，跑过去。照顾小人，有事业了就要肯定要要受点影响。受点影响，我还加了，我比如说剩30几岁，甚至事业大升级，再往里头加了。再以事业为重。再培养一下，再让我升级了，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前我只不过是3个区的地区经理，再把我送到一个大区经理了，我再弄。说明你自己现在蛮有想法的，等到事业稳定下来之后，那么再。上小人个也不轻松。嗯。还有那个阿拉老婆，上小人个一只小动作，压力高一公斤是小人吃。又不稀奇的，对。我讲我要结婚嘛也不行，结婚一场事业。对，是。对了，对。那现在考虑完了，后代将来我哪能样赚了钞票，有个基础养活我。对。哎呀，被养好，我还不是养活。对。要养好。嗯，生活质量提高，生活质量提高，搿最关键。生活质量，不要吃那，你像人家乡下头出来搿种农民工一样，又出去吃那半砖头出来就，那养一出来，估计没有。哎，那你是蛮不容易的，所以不大可以，不大肯。那你这还是侬个骄傲。对。啊。是搿样看。是。现在呢，就讲社会高头学历不重要，关键就侬个生活搿工作经验，搿老重要个。帮人个为人处事关系，对吧？搿老重要个，比侬学历要重要多了。对啊，伊没学历个呀，你知道伐？学历要么侬是老好本科，对吧？一只高中生还高中啊？名校本科。哎，兄弟。一只高中生还是大型的嘞，很重要嘞。搿不要紧，搿几个不要紧。现在可能要实际经验。对，现在上班嘛，侪要经验呀，对吧？侪要实际经验。刚开始应聘勿来是要文凭。哎，敲门砖，敲门砖侬要文凭啊。没有了文凭之后，侬就靠自家了。啊，有的单位大型啊，就糊弄过去。有没有得？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开始没忙，后头在忙了。对。你这大型嘛，啊，要稳得住。读公司。要稳得住了，一个经理对不对？我为了寻找工作。对。我晓得大型，反我。刚好，刚好女良啊。我收回来，我收回来。刚好女良。稳得住了，人家对你印象好了，侬那么大型，侬还是为了工作。对。为了找工作。刚好理解，对吧？好理解。那一开始要搿能样子就不来塞了。开始就人家马上跟你到老远。
好，我那早上还一样去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阿叔，下趟我来再拜访侬，好吧？